专案组又出动了吧？是啊，他每天晚上分了好几个小组四处蹲守。说实话，鲁鹏也挺辛苦的。那是个咬狼的狗啊，就是太拧。你这是不是也得改改？这不能老喜欢的不拧的、听话的，这长此以往下去，你这身边就没有忠臣了。这好听的话谁不会说呀？那不一定。光会说话能行吗？关键是啊，得听安排。鲁鹏就不听话，经常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办事儿，这种人怎么能用啊？他会打乱你的整个一盘棋，他就是再能捉老鼠，也不能把他放在重要的岗位上。是啊，是要是跟您人局不合拍，那不是自己找不自在吗？你呢？我什么？做好当政委的准备吧。我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合做政委，而且何志忠这个人挺不错的。这是妇人之见。何志忠这个人呢，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这个人从表面上看，不太爱讲话，不太爱表态，随和，其实那都是假象，都是因为我在的时候压着他。现在呢，我看他没少表态。我告诉你，不要小看林荫。林荫和何世忠一旦搭档顺手了，第一个要动的就是你这个政治处主任。现在知道我的苦心了吧？海川大酒店的事儿让我很恼火，没想到让这个女记者抓到了证据。最近呢，你要注意林荫接触的人，特别是媒体的人，我要搞清楚内幕。林局，欢迎您光临。行了，那个杨总就留步吧。那个，那您回去跟鲁鹏，鲁局，啊对，您能跟鲁局转达一下我的心情吗？杨总，今天说的话算数吗？肯定算数。那林局，要不然我派车送送你们？不用了，正好借这机会我和林局散散步。哎，也好，也好，再见，再见，再见，好，慢走。这辈子我就没这么窝囊。远的别说了，说眼前吧，还不是你惹的事儿啊。事情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难道是哪位领导过问批评了他们？否则怎么会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袁万春一再强调不要把这件事情扩散出去，一定有他的目的。可他到底想干什么呢？任局。喂，任局啊，你在哪儿呢？我任大祥。任局你好，我们刚从饭店回来。是啊，任局，你消息可真快。他跟我说了，还不是为海春大酒店那档子事儿啊。任局啊，我觉得他是诚心诚意的。我看这事儿啊，咱们就了了吧。任局，这件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他们太无法无天了。任局啊，你还是老问题啊，遇到事儿你太较真了。万春集团呢，是我们的支柱企业，是受政策保护的。我们呢，就忍着点儿，啊，我们自己理性好说。康仁局，为首的那两个保安一定要处理，还有葛志恒，
保安可以拘，葛志海就算了吧。你把他拘起来，他经营的酒店肯定会受影响。再说，你要这么做的话，我也不好交代。你说呢？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我要跟分局的领导班子碰一下。如果你问我个人的意见，我还是不同意。林啊，话我都说尽了，你看着办吧。你非要拘，我也不拦着。但我最后要说一句，中国是个人情的社会，你总不能生活在真空里吧？任局，这一点还希望你能理解。不说了，你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办吧。啊，再见。林军，我还是想劝劝你，你说话太直，这样容易得罪人，特别像任大祥这样的人，你有时候还真给跟他动点心眼儿。任大祥这种人呢，只要有一点在领导面前表现的机会，他绝不会放过。何政委，任大祥跟蒋书记关系是不是走得挺近的？怎么说呢，任大祥他是有个人目的的，他想贴近领导，早日把他的职位扶正。不过我觉着蒋书记应该心里有数。苗记者，你好，我是凤城市公安局政治处的，我姓黄，叫黄淼。黄警官，找我有事儿吗？我们能继续谈吗？里边请。谢谢。坐吧。啊，好。苗记者，我是不是打扰您了？没事儿。我正在整理一些资料。啊，我知道我今天来可能有些冒昧，但是考虑到您和林局之间的关系，我有什么话就直截了当的说了。没关系，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和你们林局在清水的时候就认识了。其实我今天来并没有告诉他，因为如果他知道，也许会阻止我。为什么？因为我们邻居最近有些麻烦。什么麻烦？您也知道，我们邻居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自从他调到凤春以后，首先做的就是打击黑恶势力，为此他负了伤。这个我听说了。为了破获这个大案，我们分局的专案组的同志在侦破的时候也遭到一些阻力。我听说苗记者也在现场。啊，作证的事情，我当时已经和你们的同事说过了。作为一名记者，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还事实一个真相的。谢谢你。今天我来并不是想让你为我们作证。啊，其实这事已经解决了。啊，是吗？是。据可靠消息说，在一位有良知的记者的直接干预下，我们人局改变了想法。我今天来是想代表我们邻局还有我们专案组的全体同志向你表示感谢的。为什么要谢我呢？不是你在人局面前为我们解释的吗？我没有说是我吧。苗记者，虽说我是搞政工的，但是您别忘了，我还是一名警察。你们记者真是无冕之王啊，我们警察做不到的事情你们可以做到。对了，苗记者跟我们人局很熟吗？嗯，不熟。哦，那我今天的谢意就算是送到了。您还要在这儿待几天呀？还要待一段日子。太好了，
那有时间，请您到我们那儿去坐坐。嗯，好的。好，那我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好。苗记者，其实我见过你。是吗？我不记得了。好，我可能记错了。你留步吧。好，再见。再见啊。嗯。喂，任局，我出来了。怎么样？是他，给你打电话的肯定是他，他已经默认了。哎，来。约好了，下午三点。好。哎。哎，苗宇啊，我得提醒你啊，我对凤春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把调查深入下去啊。会触及很多人很多事情的，你知道吗？不触及我来干嘛了呀？啊！你呀、啊、还是那样，我感觉你的个性就不像个女孩。哎，你跟林局长说了没有？还没有呢，还需要准备一些资料。我觉得你还是跟林局长说一声。你这样一个人独来独往的也不安全啊。放心吧，我会自己保护自己的。让他先去破他的大案，我不想烦他。请进。王主任。林局，向您汇报个情况。坐。什么事儿？说。您认识苗宇吧？认识。我刚从他那儿来。您还记得那份发表在《凤春晚报》上的那篇文章吗？就是他写的。嗯。他虽然拒绝为鲁鹏作证，可是他暗地里一直在为你们向上级反映情况。林音与黄淼的谈话中。他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从电话的监听到黄淼对苗宇的调查，难道这背后有什么联系吗？黄主任，其实我跟苗记者很早就认识。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对吗？是。林局，凤川现在情况挺复杂的，眼前这个案子肯定不简单，您可要处处小心啊。我知道，黄主任。对了，您还记得上次我陪您去见一个记者，那个记者没来，我跟您说远处好像有个女的在看着我们，我现在知道她是谁了，就是苗宇。蒋书记，我向您反映的是我亲眼目睹的真实情况。这些情况很重要，凤春存在的问题不能回避。必须正视。我接到了省委宣传部的电话，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出来吧。写一篇官样的文章很简单，但是要反映凤春的真实情况，我的阻力会很大。不怕，有什么困难随时给我打电话。小韩同志，你一定全力协助他做好调查。蒋书记，请您放心，我一定会的。我有一个要求。我们今天的谈话只局限我们之间，这样便于今后的工作。好的，韩风，你觉得蒋书记说的是心里话吗？你担心什么呀？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既然要做，就坚持做下去。再说了，你应该相信蒋书记啊。嗯。
何政委，林军，你来的正好，我正有事要问你。啊。是不是海春大酒店的事儿啊？林军，你知道海春大酒店真正的后台老板是谁吗？谁？任局，任大祥。葛志海是在内地，只是在替他经营。可他是公安局长，怎么能够经营酒店？难道说海春大酒店发生的事儿，都是任局在背后指使？不会吧？鲁鹏被处分，当时的情况和这次一模一样，也是去检查海春大酒店，和保安发生冲突，气愤不过，才动的手。难道说是任局在背后整陆局？你感觉到情况的复杂了吧？不过没关系，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个案子已经查到这个程度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水落石出。耿凤臣就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啊，你们干嘛呢？抓不着他就是你们的失职。怪不得林荫不信任你们，你们确实不如鲁鹏和赵民他们。我看呢，专案组肯定会抢在你们的前面抓住耿凤臣。任局，这事儿不能怨我们啊。专案组是专门负责耿凤臣案的，我们刑警大队除了这案子之外，还有其他案子要处理，我们不能总盯着这一个案子。现在我们每次过问这个案子，那都是偷偷摸摸的，跟做贼似的。这不是理由。耿凤臣行踪诡秘，关键是要想出好办法来。要想抓住他，不采取点特殊手段能行吗？徐大队，你那儿想什么呢？任军，我在想，您能不能再多给我们点支持跟帮助啊？你说。我知道这么干大家都很累，可是破案没有捷径，很多时候就是干笨活，跟罪犯比耐力，比韧劲儿，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坚持。我在这儿也给大家表个态，再苦再累我也顶着，大伙干到哪儿我就干到哪儿，我干到哪儿大伙也干到哪儿。这话说的，都50多的人了，你都能坚持，你让我们说什么呀？是不是？陆局，你啥也别说了，从现在开始，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谁要认熊啊？谁不是男人？行了，今天还像昨天晚上一样，两人一组，走了。等等，赵队，今天晚上做些调整，把人分成两个组，每组三个人，把机动和替补都给取消了。我觉得如果耿凤臣还在凤春，那他一定会急于行动，他的耐心也是有限的，这么多天都过去了，没准今天晚上就能碰上他，所以两个人的力量太薄弱了。今天晚上的重点就是要紧盯袁万春。你说今晚上耿凤臣会来吗？既然袁万春是耿凤臣的报复目标，那他极有可能在袁万春的身边出现。我们都快成他的私人保镖了。那没办法，
这是抓到耿风城的最佳途径了。我觉得咱们专案组的人手还是太少了，不够用了。人多了就没有秘密了。袁总，不早了，您早点回去休息吧。怎么赶我走啊？那我哪敢呢？小关，你一个人住这儿是不是有点害怕呀？这个地方本来是咱们公司放艺术品的地方。你说我让你住那个别墅，你不住，非要住在这儿，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袁总，您放心吧，住在这儿挺好的。您看，空间这么大，而且有这么多艺术品可以欣赏，多好啊！我还是觉得你应该住那别墅，只要你一句话，那别墅就是你的。我要那个别墅干嘛呀？再说，就算您把它给我，我也养不起啊，养它一年的花销实在是太大了。我连别墅都能送你。那些事情还不好办吗？我知道袁总对我的这份情谊，看来以后我只能用加倍努力的工作来回报您了。你很会说话。喂，谁呀？你等会儿啊！哎，发现什么了吗？刚才那边有个人影，晃一下就跑了。上车。陆军，怎么了？没事，老毛病又犯了。
没事。快，去医院。喂，我林。林局，我是赵民，鲁局病了。什么？不行，你回去，你不要命了？没问题，我的身体我知道没事，快跟我回去。鲁局，医生说了，你今天必须得住院。别大惊小怪的啊，我的身体我知道。医生的话你也不听是吧？药我都拿了，前两天我是没有睡好，头有点晕。那也不行，身体要紧，不能听你的。人医生都说了，你心脏肯定有问题，肺也有问题，你什么状况别人不知道，我还不清楚吗？你马上回去住院检查。小马，扶鲁军回去。走，鲁军，鲁军，走，有小明，不要再说了，今天晚上必须听我的，走。万春没回来，从他刚才走的情况来看，这里面有问题。会不会是回家了？我问问他。袁总，我赵民呢？有什么事儿吗？你那没什么事儿吧？没有没有，我在家已经睡了，什么事都没有。哦，没事就好。要有什么事儿，可一定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会帮助您的。我真的没什么事儿，怎么了？没什么，袁总，我们必须要保证你的安全。就这样吧，打扰您了。哎呦，你们这么关心我，我感谢还感谢不过来呢。转告林局长啊，我谢谢他了。好，再见。他说他睡了，可电话一打过去，他就接了。没说实话。走，下去看看。走。情况。好像是那边。说怎么回事？耿风尘，他来了。人呢？人在哪儿？他刚走，大概十分钟吧。赵队，通知110指挥中心对这一带进行搜捕，同时报告邻居。
现在我要求你，把你从发现耿风城开始，一直到他离开，他所有的表现，都跟我们说清楚，你明白吗？明白。你说耿凤城进你的房间时，你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没有。可是我们刚才勘察了现场，他是撬门入室的。他进来需要用工具，难道你一点声音都没听见吗？我太困了，睡着了，什么都没听到。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进来的？他推开门，我就醒了，然后他把蒙面的头套摘下来，我才看清他的脸。那你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他长得什么模样？他大概40多岁吧，胡子拉碴的，圆脸，瞪着眼睛，看上去很凶。他手里还拿着一把匕首，我害怕，我想叫。他就拿匕首抵着我的脖子，不让我叫。我问他他是谁，他说他是耿凤臣。我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说要找袁总报仇。我说这和我没有关系。他就怎么了？他就说我是袁总的人。他都盯了我好多天了。他盯着你干什么？他说他盯着我是为了找袁总。我说袁总刚走，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他愣了一下，然后骂了一句我饶不了他，然后就把我绑起来了，还堵上了嘴。袁总昨天晚上在你这儿待过。关国林，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对你的私生活不感兴趣，我们是要了解情况，尽快破案。大概11点多吧，我没看表。他为什么忽然走了？他接了一个电话。什么电话？谁来的？都说了什么？他接电话的时候离开了，回来之后很着急的样子，然后扔下我就走了。耿风城还说过什么？他还说他和他哥哥都是袁万春害的。还有呢？对不起，您不能进去。我的地方为什么不让我进？对啊，对不起，您真的不能进。林局，怎么回事？我们正在询问广惠丽。林军，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尽快的抓到耿凤臣。抓耿凤臣怎么查到我这儿来了？难道我们是一伙的？袁总，是我在询问广惠丽，你有什么疑问你就问我吧。您为什么要询问广惠丽？因为耿凤臣绑架了广惠丽。我问你，你刚才是接了什么人的电话才离开这儿的？刚才是我手下郝连成打来的，公司里的事儿。跟这件事有关吗？讯问中，林英和鲁鹏一致认为袁万春和关慧丽都没有说实话。林英他能够理解鲁鹏现在的心情，对于刑警来说，破案就是他们的使命。Thank you.
林局，是的，冯磊他们还在勘查，找到几枚指纹，还有脚印。前厅的侧门和卧室的后门都有撬过的痕迹，应该是从前厅的侧门进入的。对，明白。袁总，耿凤尘是在你这儿跑掉的，你得解释一下。我还有什么没解释清楚吗？你们在这儿是想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吗？袁总，您别误会，我们是在保护你。为了安全，你们暂时还不能够离开。我公司有很多事等着我去拍板，耽误了大事，你负得了责吗？请你马上通知我的司机，让他来接我。袁总，希望您配合我们的工作，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我自然会来通知你们。袁总，我想辞职离开公司。为什么？我知道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您，可是我害怕。别害怕，我不会让耿凤尘动你一个手指头，放心。您之前也说过这样的话，可是昨天夜里不还是……小关，我可以安排保安每天在外面保护你的安全。我不要。那你要什么？袁总，我想问您件事儿，您一定要跟我说实话。你问吧。耿凤尘说，是你害了他们弟兄俩，他要找你报仇。他还说，还说什么？还说是你给他下的圈套。一个杀人犯的话你也信吗？耿凤尘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才编造出种种谎言。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可是他说，有一件东西，如果能找到这件东西，就能够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了。什么东西？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东西，但是他说如果找到了，就有了证据，他就可以报仇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么重要？袁总，您就跟我说实话吧。昨天晚上您到底是接了什么人的电话？要不是您把我一个人扔下来，耿凤尘也……喂，是我。好，我马上过来。停车。你下去。什么？我让你下车。哎哎，小关，我是让耿凤尘给我气糊涂了，你千万别相信他的话，我什么事情都没有。你不要忙于辞职，等着我回来，我回来会把一切给你解释清楚的，好吧？好。我等你回来。暂时委屈你一下，我有点急事儿，你自己打辆车好吧？